两句。晚上当然是狂欢啦、啊！狂欢啊！我有一个不错的地方介绍，来来宾。搞气派的 Patio 就是和朋友相聚饮酒的好地方。吧台提供的酒精及无酒精饮料选择繁多，并提供了来自世界各地品牌的啤酒。看着吧台多不胜数的饮料，我和 Mia 也各自点了啤酒，打算在这里畅饮一整夜。除了超过24种冰酒，以及超过80种冷藏瓶装啤酒，在这里也可以享用美食、悦耳的音乐，以及观赏国际的运动比赛。加上每天还有 live band 娱乐大家 ，Patio 就是夜间最佳的消遣场所喽。可以介绍一下 W2 是一个提供 wine 和 whisky 的地方。如果沿着石砖墙壁往上爬，那么等待迎接的就是高贵典雅的古董皮革沙发，112种不同类别的 wine 以及90种 whisky。